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哦，用那个内建的函数或 VBA 来写啦。如果可以，如果交作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在上面用 VBA 写写看。如果可以写出来，那部分的话，我可以斟酌帮你们就是增加一点分数啦。反正你可以试做看，不过这东西其实就是你可以去变化，没有关系。我主要是希望说你要去用，然后用这个东西解决你什么样的问题，OK 哈。那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变成类似这两个按钮，按下去清除，这很简单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资料剖析。哦，那只是说你会发现呢，刚刚同学马上就问说，哎，刚刚呢，我如果要按录制巨齐的话，会有个问题，它一定会跳出一个是否什么，是否覆盖或者是否取代原来范围的资料，对，那个，那如果要把它关掉的话，像我这个是已经关掉了，所以它没有跳，有没有？哎。那如果说将来呢，你希望哈，这个地方如果把它变成这两个按钮的话，那该怎么做？当然，第一个啊，你可以用 VBA 来写。可是问题啊，你写 VBA 倒不如啊，利用刚刚有没有？我们已经有做出来了嘛，资料里面资料剖析嘛。那实际上啊，如果你要把这个按钮变出来的话，你只需要什么？把刚刚的动作利用什么？利用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什么呢？录制去其，把你刚刚做的动作哦，全部录制下来，然后再让它产生一个按钮，按下就可以了，就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就不用再撰写这个对应的程式。可是呢，要怎么样做哈？其实前面有讲过了，我再 demo 一下。你第一个要彩排一下，彩排哦，一有没有放在 B2？2 的话，记得不要用这样选的，因为选的话它有个缺点，如果你这样选的话，你只能选到永远是第八列。可是如果你用 Control Shift 向下的话，它会自己帮你向下追踪。哦，这差异在这里哦，所以以后哦，你录制剧集也要记得一些细节部分哦。OK 哈，一有没有放 B2？Ctrl Shift 向下第二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什么？再到资料剖析，然后把刚刚切完东西放在 C2 录下来就 OK 了哦。所以我把这个部分的话哈，再做过一遍好了哦。我拿这个名称啊，假如说哦，已经做完了刚刚的那个彩排了。接下来的话，特别是游标先不要放这里哦，一定要放 B2 以外，因为如果你放在 B2，你再点哦，它不会帮你产生第一行，叫 range B2 点 select。OK，一定要放外面哈、哦。然后我们就开发人员，然后呢录制剧集，接下来把名称给它，也许叫做资料剖析好了。OK，按确定好，然后我把它取代掉，一游标放这边，二 Ctrl Shift 向下。三的话呢，就是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，然后固定宽度下一步，然后分别用点的，一二三四五六啊，你看点的还蛮准的哈，表示我健康状况还蛮好的哦。你们不要看这个，点很准不容易啊。OK 哈，有的上年纪中年以后啊，点准都不太容易哈。然后再来下一步哈，不会入此栏。哦，OK，不会入此栏，不会入此栏，哦，这个不要哦，然后这个目标全部放这里就可以了，按完成。好，会跳这个，有没有？是否什么要取代这笔资料？那就按确定了，一定要按确定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完成录制之后的话呢，把它怎么样？开发人员停止录制，然后再来录制一个清除好了。我从清除也是很简单哈，就是之前讲过清除，然后一样把它覆盖过去啊。那清除的话也是一样，要特别注意哦。你要第一步的话，把它盖过去啊。一记得啊，游标一定要放在 C2，特别是你不要这样选。为什么？你用滑鼠选的话，范围还是固定的。所以我建议哈，你要把那个这个快速键记起来，游标先放在 C2，然后呢向右选取，Ctrl Shift 向右。记得刚在 Ctrl Shift 向下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自动怎么样，帮你整个选起来。如果下面如果有新的资料的话，那它会自动延伸，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。Ctrl Shift 向右，Ctrl Shift 向下，OK，按 Delete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清除做完了，停止。好，那试试看，再来的话，资料剖析执行，按确定。可是哦，同学说。刚我还没讲完哦，不过同学马上就反映说啊，老师那个地方有没有办法哈，把刚刚啊，如果我要执行这个资料剖析，它跳这个，
这里已经有资料了，实际这个看起来其实就觉得让人家很讨厌，有没有？虽然呢，它并不影响任何的功能，顶多只是说你要多按个确定而已，但是就觉得哈，感觉就是如果可以让它消失的话，那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哈，其实所以啊，有时候写程式就这样，永远没有写完一天。你写完之后，你下一个又看到好像有一个问题，然后就继续想要把它美化，然后就想说怎么做 ，OK， 好、哦，那答案的话，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，但你要了解的应该是哈、这个 Excel VBA 的运作原理原则 ，OK， 好、哦，比如说了哈、哦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其实啊、哦，这个东西呢，在它的那个里面哈、哦、的命名英文名称就是 Alert。Alarm 就是一个警告的一个讯息嘛，对 ，Alarm，OK、okay。那如果说呢，你今天要让它显示一个，要不要显示的话，它有个开关，啊，那个属性呢、哦，就是一个属性，属性就是里面可以调整资料、调整设定的地方 ，OK。那那个名称叫做 Display Alarm，Alarm 词哈。那谁可以管理这个东西呢？那就 Application。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把它关掉的话哈、哦，要怎么做、哦？请各位待会我先试试看好了哈、哦，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的录制剧集做完，然后并且哈、哦、再插入两个按钮 ，OK， 那最后就是类似像这样的，可以把这边哈、哦，可以让它 run 一下好了 ，OK 哈、哦，先试着把这个部分先做出来。只是说呢，这个东西很讨厌，那要如何关闭？哦，那如果要关闭的话呢，待会我们再来看这部分好了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、哦，试一下。OK， 所以哦，这个请各位先把刚刚的动作先彩排过哦。哦那比如说像那个向下选取啊、哦，记得要按一下 Ctrl Shift 向下。OK 哈、哦，然后如果要向右选取的话，记得哦 ，Ctrl Shift 向右再向下。OK 哈、哦，尽量不要用那个滑鼠去选取，因为用滑鼠选取的话，那以后你这个剧集哈、哦、的范围就会变固定了。那固定的话，变成说你下一次呢？如果又用到这个程式的话，那又要去改那个剧集了。OK 哈，那做完之后的话哈，再来就是请各位再到哪里呢？再到 VBA 里面哈，或者是剧集里面去编辑，然后呢，针对你录下来的这个程式哈，就是稍微看一下哈，里面到底每一行啊，请各位自行再加上注解吧哈。OK。这里的话，请各位先试试看哦。待会我们再来看，那如何关闭哦？那个刚刚那个 alert 哦，那个 alert 其实跳出来，你觉得实在是很讨厌。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关闭哦？那试试看这个部分哦。